讲起甜品、影相、潮这些字眼，就知道小编今次采访的是年轻人很喜欢的餐厅 He She Eat 了。由旺角为起步点， He She Eat 的分店已经开到铜锣湾了。铜锣湾的分店一样主打卖相超靓的美食，保证大家在试美食的同时都可以拍到靓相。除了一向出名的甜品之外，铜锣湾 He She Eat 还有多款咸点。小编认为无论咸点抑或甜品都是咁好味，唔怪得呢度成日都要大排长龙啦。